从水沟抽水了，水位太少太低了，用那个土包，然后你看那塑胶袋装土呢，会放水沟里面呢，那增加水位，提高水位。你看这用十二伏特的小抽水机，用车用电池，用打草机那个十二伏特的小电池也可以呢。啊，如果电量怕不够，时间太短，用两颗或者是三颗几颗都可以并联的。并联增加电量，增加那个抽水的时间。你看这个水管，然后接到这里，然后这个电线哦，红的正，黑的负，然后看到红的正，那黑的负，红正黑负这样接上去。要放到水里面，不要空转。